这个简单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就好了。什么魔术？心中默念三遍你想要的东西。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三遍啊，一、二、三。 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？当然了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，我当然得好好珍藏。这么开心的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要喝杯酒庆祝一下？喝酒？这里哪有酒啊？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，看来是我在雨林把你带坏了，把你变成一个小酒鬼了。来，庆祝我们俩平安回到祖国的怀抱。那我就庆祝我们久别之后又重逢。干杯。 哎，这么喝酒就没意思了。我们应该喝个交杯酒啊！哎，你要是再这样开玩笑，我就没收你这个了。嗯？送人的东西怎么说拿回就拿回啊？还我！ 这次我抓住你了，绝对不会放手了。